三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，舞动青春，现在开始。预备节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。伸展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。回望青春。总是输液夹杂汗水以及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。我想初遇到他时，我是讨厌的，讨厌那些不守规则的意外。情况呢，我都已经了解了，但成绩的好坏我们也无法保证。哎，都了解了。它像是一阵偶尔划过的风，不经意间已吹得我泪流满面。是我们班新来的同学秦芳玉，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要和我们一起学习了。秦芳玉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怎么又来个插班生啊？跟我一样花钱买的呗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班长好久没来插班生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。好了，你去那边坐。老师说一会儿讲这个。目光与脚处，我分不清是想看诗还是想看他。诗歌里的话我常常读不懂，却想试着读懂他的想象。孔金曼，用你学好了是吧？做数学，站起来。
没想到篮球打第六成绩了。他是生活的意外，突然出现，突然消失。我多想同他一样，也可以一跃而下，自由自在，到无人约束的天空。姐，你怎么不在学校？你这孩子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啊？哎，同学。你和我儿子是同桌吧？嗯。他是不是逃课了？没有啊，阿姨。他一直都在认真背书。听见了吗？哎，来，孩子，阿姨送你回家吧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来吧，来吧。宋安，谢谢你啊。你有东西落我这儿了，在我妈车里。昨晚谢谢你啊。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原来，少年也会有不为人知的愁闷。藏在树林的小兔子，和他一样，被锁在了17岁的冬天里。兔子在哪儿啊？昨天降温了，我来把它换个地方。他叫夏花，我偷偷把他养在顶楼，难过的时候就和他说说话，但后来还是被我爸发现了。他在冬眠，等到春天到了，他就会醒过来，对吗？兔子会冬眠吗？不会吗？我想，我们都一样，渴望自由，渴望春天。你看，这玩意儿这么破，怎么飞啊？我会把它修好，等到春天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放给夏花看。为什么叫夏花啊？
因为泰戈尔说生如夏花。后来我们去了花鸟市场，他同我讲了许多来学校借读钱的事。他说那里的动物沉闷呆滞，被关在笼子里，欲想挣脱禁锢，就像我们，直到我们看到了一只很像夏花的兔子。明明讨厌他的不守规则，却被吸引。别蠢了，俺去小溪边砸饼，把春天砸得头破血流。这趟眼泪到了花开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些事给忘了，知道他怎么回来了。这时的他和我还不知道，他不合时宜的出现早已书写好我们故事的结局。我这次考了500多，多亏了你。应该的。同学们，你们是否对拥抱长空抱有幻想？你是否对御风飞行怀揣希望？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，欢迎加入中国空军，与我们一起搏击长空。嗯，坐下。考试了，老师让签字。签什么字啊？读完高中啊，马上出去打工。你弟弟还在上小学呢。老师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就是签字的地方，我看别的同学都是家长签的，孔金曼是自己签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嗯。有人举报我，你收拾东西回家吧。
这个也拿走。我早就不想读了。你怎么回事？给你脸了？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啊？你也为你弟弟想想。瞒着我瞎搞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好。现在只觉得冷。雪莱说，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等到春天了，我们再一起来看夏花。等你考上了飞行员，你就可以飞得很高。到了那时候，我就在这里给你放风筝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了。飞得最高的一定是我的。这个呢？这个。行，换一只眼睛。这个。班主任陈思师引爆瞒报，纪律一时半会自我要求不严，致学校反复强调的纪律与服务，情节严重。秦芳玉是被人举报了吧？现在也不知道人在哪里。听说是出国了吧？没有吧，好像是回了原来的学校，听说还挺远的。孔金麦跟他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杨芳菲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你没事，我先走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正义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对的？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儿，你自己考不上别怪我啊。那小芳呢？小芳，她占用别人的学习资源，本身就是她不对。那什么是对的？造谣传谣，打小报告，这就是对的吗？规矩就是规矩，我只是公事公办。
最美好的那几年，青春锁在牢笼里，按住我们躁动的心，才发现青春已经路过。后来我当了老师，又回到了这个禁锢着我的牢笼。同学们，泰戈尔说，鸟儿愿为一朵云，云儿愿为一朵鸟。现在你们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了吗？老师，你是怎么知道鸟儿想成为一朵云，云想成为一朵鸟的呢？因为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随心所欲，而是心之所向。天气真的开始回暖了，但埋葬夏花和我们青春的那片林子依旧萧瑟。Thank you.